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香港女星 Jazzy 梁咏琪与老公于2011年步入礼堂，两人育有一女 Sophia。梁咏琪时常在社群网站 PO 出一家人和乐融融的照片，日前她秀出与女儿一起玩耍的影片，年仅3岁的 Sophia 已有一双长腿，身高引起网友讨论。身高176公分的梁咏琪是演艺圈中著名的高个子美女，老公的身高也有185公分，身材皆相当高挑，他们的孩子也不遑多让。3岁的 Sophia 身高明显高于同年龄的孩子。梁咏琪即将在红馆举办演唱会，日前 Sophia 特地探妈妈的班，在场的人看到 Sophia 忍不住跟她玩起火车游戏。 Sophia 站在妈妈身后，高度已快到达梁咏琪的腰部，发育非常良好。另外梁咏琪也 PO 出一张与女儿面对面站住的下半身照，更可看出 Sophia 的长腿，让网友直呼 Sophia 真是太高啦，完全看不出是3岁。梁咏琪对女儿相当疼爱。翻摄自梁咏琪 IG， Sophia 已快到梁咏琪左耳腰部。翻摄自梁咏琪 IG， Sophia 又才3岁就有大长腿。翻摄自梁咏琪 IG。